羽生结弦突然宣布离婚，结束了短短三个月的婚姻生活，很多人想起了刘翔。要说两人的确在很多方面都相似，第一，突然结婚。刘翔当年与葛天也是在外界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突然结婚，羽生结弦也是如此。第二，突然离婚，刘翔与葛天的婚姻仅仅持续227天，羽生结弦更夸张了，只有短短105天。第三，竞技赛场两人都是东亚之光，黄种人之光，刘翔创造了田径赛场的奇迹，羽生结弦称得上是花滑赛场的超级巨星。第四，两人的性格都很温和低调，羽生结弦在退出国家队之前甚至不玩社媒，刘翔如此恐怖的影响力，虽然有个人社媒，但很少参加活动与节目，能不露脸就不露脸。第五，也是最关键的一点，两人的最大敌人都是伤病，这也是两人最大的遗憾。出道即巅峰，但也饱受伤病折磨，要求完美的两人，在状态还算不错的情况下告别竞技赛场。